呀，别偷懒了！我现在听到那个开门的声音都超怕的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突然冲进来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突然冲进来？我去锁个门好了。我倒个水，锁个门。OBS 调音小一点了，哦，稍微小一点点，能不能照一下我的房间？晚点，晚点。我的房间有三个椅子，三个桌子，没了，还有两台电脑，再有四台电脑。别啊，别钓我啦！我现在是无锅鱼啊，是不会上钩的。无锅鱼是不会被鱼饵钓到的。大概吧。别让我捞的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台主在那，台主在那，我不小心挡到他了，我过来一点。这样我这样空间就站得下我们两个人了。这是我们的台主电风扇，我得发文章。我眼镜是有没有度数？没有。简直是新款的话，应该是旧款的吧。歌名啊，歌名这首啊，然后说我要干嘛去啊？我要去帮电风扇发文，还是我已经发了？今天没插电啊，好啊，他有点害羞，我又回来挡住他了，我是他的这个代打专用工具，直接把他挡住了。
算了，留一半位置给他好了。好，留一半位置给他，大家还是可以欣赏他的侧脸。早安啦、啊，有看球吗？什么球？篮球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对篮球实在是看不懂啊。我左边冲过来得分，右边冲过来得分，左边冲过来得分，然后跟妹子得分。你好啊。哎，别在那边乱讲啊！等一下红衣的小妹妹真的跑出来，我就岔起来了。你们再帮我打，再帮我打，救护车可能都来不及了。现在看我台超累的，因为我的台可能画质比较高啊，你可以把画质调低一点会比较好。啊，这人好像比较少哎，怎么了？对，果然人不能做拍台机啊，一讲话就拍到了。戴眼镜啊，戴这眼镜就是眼睛比较舒服、啊。我们这边有圆度翼马克思二十二文开心乐园餐，二十二文就相当于台币的六十块左右吧。啊，有两个人喊了中路。好，趁嗨看看吧。对啊，今天早上还有地震，这老皮出现了，我问他这把我们要打哪里哦？你要打哪？我用雷蛇终极版，那啥鬼啊？好中二的名字啊！你是说我的滑鼠吗？我的滑鼠好像是有个更屌的名字叫黑寡妇。哎。不对不对，我的滑鼠叫地狱狂蛇，叫错名字了，黑寡妇好像是我的键盘。你好啊，你走火入魔了，吃东西吃到走火入魔了吗？别担心，我有几个朋友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们在外表其实也看不出来，就是肚子比较大，体重重了一点。那啊、哦，那一次现在满了。我麦克风能大声一点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把麦克风再调大声一点，够大了吧？够大了吧？啊、哦，我跟这个。电风扇台主已经是人机一体了，你都不懂啊！我们身上有这个电线紧紧的粘在一起，在一个你看不到的洞。那编什么好嘞？想不到编什么角色哎，卡特琳娜好了，好讨厌这只。等一点点好了，好像有点太大了，六十就好了，各位六十就好了，六十，六十 ，OK。我们这边有人 no top， 我补，我要玩龙神啊！我觉得这把我们可以去。你想看什么角色吗？我突然好想玩提摩，好想play提摩。等一下，圆度玉选了一只，还是辅助吧。不行啊，我超想玩提摩嘞，超级超级想玩的，在哪里啊？阿妈咪啊，没找到哎、欸，提。他应该打字的垃圾垃圾搜寻软体，他就不能照 Purple Murphy 牌吗？ Purple 亚历斯塔
Before is real， 不是 ，Perfect is real， 我这找不到答案啊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到底几多位啊？我决定要用这个一行一行找的方法了，一行一行找的方法，这个就有点像你在那个。你在那个书本里面想要找东西的时候，哦，用这招最有效了，总是可以找到要找的东西。没买。有点天赋，啊，真的找不到哎，难怪我有时候翻书考试也找不到。哎，我找到了，在这里，好扯哦，躲在这里。哎，五之五哦，我看一下，把布拉这里最好是五之五。这里是一二三四六六之五，哎，不对，我数起来怪怪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，对啊，六之五啊，那 GGC 是坏了吗？无感哎，我告诉你 ，GGC 坏了这种东西在里面的人是无感的，因为只有跳出去的人都登不进来而已。用这招我每次都找不到，我也用这招每次都找不到，好奇怪啊！我会玩费欧拉吗？我其实不太会玩费欧拉哎。这是六之五啊，懂不？像教人下棋，就是跟他说六之五地方提摩。有些字打错又找不到，对啊，我觉得应该只要同音就好了吧，哪有在打错字找不到的。我想这把角色玩起来总是卡卡，我想是伊泽瑞尔吧，伊泽瑞尔应该是我看过最卡的角色。想看 AD 欸，我刚刚问说想看什么都没有人想理我，这个阿里妈妈嘟，阿里妈妈嘟很伤心，他想找提莫他也找不到，他最后只好玩弗拉迪米尔。如果比赛是找不到角色时间到怎么办？你就准备吃大便，快跟裁判说我刚刚花束坏掉了。职业选手为什么挂网会被禁赛？因为职业选手挂网会让 Garena 不高兴， Garena 不高兴， Riot 也会不高兴，他就会让你禁赛。一直在跟他说：“我刚有点哦，我要选这只哦，我选不下去哦。”我就是赶快踢到你的电脑，赶快把你的电脑踢爆。
不能戴这个眼镜啊，都是不用啊。我得打电脑还戴，眼睛才不会那么干伤。虽然今天眼睛有点不舒服，有点爱困。裁判会让你们重选，我想是不会的。裁判会说 you， 忘记他在讲什么，因为我还没遇过。我记得好像会先警告一次吧，然后下一场会罚一鞭之类的，再一次就弃权吧。啊，像这个就有一次，这个 HQ 在打的时候，在那个新加坡打的时候吧，然后我记得黑牛好像把什么东西放在桌上，好像把那个会带给你一对翅膀的那个放在桌上，然后喝了一口，然后下一把被罚一遍还是怎样？啊，叫什么不入的，忘记了。应该没有在玩电风扇，我想电风扇还好好的。哦，蓝宝，对，蓝宝 ，Red Blue。那个时候就我忘记他是说什么啊，我记得他好像是喝了 Red Bull 吧，然后还有去跟裁判说一些什么东西，裁判说 No， 假赛假赛，罚一杯假赛，通通假赛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没人，然后就警告一次啊，好像第二次就弃权了吧，反正就是擦个眼，看看对手是谁，我就把他对手是露露啊，趁点模仿了。每次在上课时间开啦，同学啊，我们就快毕业啦。好好的看我的台吧，看着看着就毕业了，期末考也不用考了。准备玩屁男，我觉得屁男难度挺高的，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玩得起来。我们这把玩吸血鬼，安安吉祥。笑屁啊，我等一下罚你一杯。你不觉得我长得像裁判吗？我等一下直接罚你一杯咯。不会啦，这场都还没开始，也是很难被逆转啊。这把好好的农兵应该是不，哎呦，马上出代志，马上出事了呢。对面江狗来到了这我们的中路，是一波小小的消息，没有西朗，真是太好了，来换他一点血吧。哎咻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比数1-2啊，但是我们的队友有个挑剔啊。这局看起来是打的有来有往啊，我们这把要靠的就是上路了，这把上路吸血鬼绝对的凯瑞。哎，那哈哈哈哈哈，队友突然都死光光啊。
开个东西。Hello。那边 double kill， 哇塞嘞！我们将要走到哪？走到哪了就死到哪。那边 triple kill， 现在比数1-6啊，301的西维尔。哇你嘞，这把前进的速度也是挺快哦，大家赶进度哦。你好啊，我是阿里妈妈杜。我血鬼猛啊，我血鬼应该是猛到不行吧。这角色就是很好玩欸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续战力非常的无耻，我最喜欢玩这种高续战的角色。可能是因为高续战会一直赖线吧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啊！耍废呀！没有闪掉来包。好像买头巾。买吸血枪好了。这幅度冲好快哦，直直的冲上来，把我给剁了。比数1-7了耶。没有躲掉他的招哎，我直接用 TP 了。哎咻！如果我这场熊猫杀可以跟你双排啊，怎么对我好像是惩罚？那我还是不要熊猫杀好了。说好的凯瑞呢？我的凯瑞是在后期的凯瑞啊，现在还只是前期而已，还行还行。这 support 已经被解放了，他已经从这个戒严时期中脱逃出来了，他已经不必再待在下路了，因为下路只要会右键就不会输了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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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吸死你！我吸！我杀！我扑攻！我吸！把他打爆了！打的爆了！不懂打爆是什么意思嘞？来放个粉眼啊，比较安全。So much blood！ 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他又来了！啊，我要死了！不行，我至少要把这波兵给吃完。啊，拜拜！他黏黏的，他怎么还在这？来点模仿。买个台西瓜，买个台西瓜，我被 gank 两次啊，有点爆，但是又不会太爆哎，其实，本集还是在吃兵也还有，应该不会太爆，下路崩盘。那个崩盘崩的有点严重啊，这把是又是矿工打剑士，哎，这把是矿工打双刀流。这边这个辅助还蛮强的，一下下路，一下上路了。
那杀个人措手不及啊。来去看个野怪，叫马啾。这个夜曲已经等级很高了，已经60了。那比数现在1:8，1:8了，不过还是有得打的啦。那我们打到还是如此之痛。好，今晚对面的辅助会不会来啊？我要来刷北蓝了，又是我刷北蓝的时刻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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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杀辅助，先杀辅助。啊！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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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跑、哦！我要死了、欸！哦 ！Oh my god！ 两个双爱好废啊！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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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你好啊，这个太虚幽灵龙，这什么太死幽灵龙啊？快死的幽灵龙吗？快死幽灵龙你好啊，感谢你的订阅。得了呢，真的挑皮啊。还好吧，躲躲一躲啊，躲一躲，身体健康啊。support 应该要跟着跑的，我想 support 在忙吧。哎呀，我就把 support 是什么？哦，是纳蒂鲁斯，应该是等级不够，所以没有跟着跑吧。那比数1:10啊嘞，上路世界鬼已经串赛三次了，能不能别再死了？能不能别再死了？今天不是有比赛吗？礼拜二是没有比赛的吧？他们好像是比3、4、5。哎咻！哎咻！哎咻！哇塞嘞，血喷的好快啊！血喷的有点快速哎。来吸一下血，美味，鲜榨就是美味。好、哦，下路有个 park 来啊，有个 park 来啊，完全没有机会 TP 啦，没有机会啊，就给我1:11呢。这个比数好像有点舒服哦，打起来会有点舒服哦，等下会这样打起来就是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的被碾了。还会这样打起来，就是对对面表示无感。我刚刚在打会战吗？我还以为我在刷野怪。哇哇哇，痛死了！比数1:12啦，这边也死了，那边也死了。我只能靠我这路了，这样只能靠我这一路了。一回来就030了，一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被跟到外头了。你好啊，订阅者，这个 lighting 哇这没看到，哎呦，啊，要死啦！阿里巴巴兔，啊，阿里巴巴兔又死了，卡车还一堆人，对啊 ，lighting 什么啊哥啊 ，lighting 什么 lighting。在哪里？我怎么找不到你啊？Lighting， 啊 ，Lighting， 不知道数字多少？你好啊，感谢订阅。那抖什么？我抖完就死了，好可怜啊，好可怜啊！奇奇怪怪，完了，哇！我们队友终于太难了，他们终于把这个杀人魔冯迪森。彭迪森的射雷器给打死了，杀人魔终于惨遭神之以法，这个就地正法。我看一下他的坟墓在哪里啊？
坟墓已经飞走了。啊，每次躲都会死了呢，而且死的都是我哎。为什么每次躲洞死的都是我呢？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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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请大家不要模仿啊，过往是不好的。哇，痛得要死，痛得要死，一招都没闪掉。Hello， 这个会战我好像有得减助攻 ，nice！ 哎，撒了一地的血，赚，不错赚。被人怒打中路啊，怒推中路一塔，快来啊、哦！希拉根本就不会扣血，啥情况？冲啊！开血池冲锋！哦哟，冲进来了，冲进来了，好像要捡人头了，要捡人头了，这一波有希望了，这一波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啊！掉进地板里了！哎，C Q Q， 零五零啊，突破天际啊！哦。真的是无压力的会战啊！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致力于创造这种无压力、零霸凌的状况，让这个小孩子都能轻松的成长，轻松的虐菜。原来这就是教育啊！要挑战062吗？我觉得这把距离062很有希望，还真的蛮有希望的哦。哎咻！我的塔原来还没断呢，我的塔断了，救我啊！啊娘喂，有个来哟，他又在这里了。喂，来来来来来，喂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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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真天啊！要突破零的领域也是挺困难的。他就在那里，但是你就是突破不了。差两等啊、哦！差两等，准备被打歪歪。都给你了，都给你了，快给我死啦！下星期可以玩新英雄啊，未来 play play 啊，新的英雄哎。我突然也觉得071可能比较简单一点，起码这边好像也是要死人了。哦，我们的 AD 使出了大绝招，我们的 AD 在家中。被夜曲给碾死了啊！现在是我登场的时候了，我登场啊，就是必定要死人了。啊！先杀一个，有没有人头？有没有人头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看我用血池，用血池你挡也挡不掉的。Nice， 170，170比071好看多了。好，看看啊、哦，给妈买什么？
买什么还有救呢？应该剩下房东还有救吧？还有这份铠甲，破蛋哦，各位观众，起飞了！这一把准备要站起来了，只要一个头，只要一个头，吸血鬼就站起来了。阿里妈妈杜，阿里妈妈杜这个名字转成中文就是永不放弃。阿里妈妈杜是不会放弃的，我们还是有机会。我会站大五个，他绑五个，吉英科是大五个。然后对面五个都刚好断线，有望。断线吧，对手，我要死了！心一下，哇，死了！现在换 AD 来收头了 ，AD 终于也是要拿走了，这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1712，抱歉，1812。刚好断线的几率也是挺高的吧，就是橘色突然爆炸，突然那个机房火灾，还有三不五时会发生的吗？我们接下来就下路啊，下路没人。哦，我来了，长高了，我的身高多少？我的身高大概就是这样子吧。虽然你从照片上可能看不出来，但是其实我是这个样子的啊啊！谢谢。预测等一下193哦，不会啦，不会那么惨啦。你看我们的队友慢慢站起来啦，从原本的什么1:18哦，起码6:24哎。他们杀一个我们就杀一个，他们杀两个我们就踹两个。啊，什么中路都得危险了，中路拜拜。拜拜了 AD， 没救了。有十个血鬼都救不了你。哇，冲啊 ,nice!nice, 又是希望。我看到希望了，我来了，希望从右侧切入。该不会只有辅助可以杀吧？该不会连辅助都杀不掉？我要死了。好远一点，好远一点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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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路的箭塔不行啊，中路的更里面的箭塔应该还可以活着啦。他是想跳进来杀我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他好像要死，他好像还没有要死、欸。往北西啊，这里啊，台北西，这里啊，台北西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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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谁？Ice Now 3074，厉害哦！你好啊，你好啊，感谢你的订阅啊！发功啊，吉祥！快对伺服器发功啊！快让对面断线！记得是打最重要的戴夫会战的时候。哦，吃个波，我要来引诱他了。对，我刚刚应该引诱出夜曲了。哎呦，真的来了，真的来了 ，nice， 首先来一个缓速，真的来了，大家悄悄的来了，悄悄的从中路滚下来了，比数6:30啦，这里好杀啊，大家快起来抽个烟吧！哎，真的1:91啊！都来了，都来了，通通都来了！我
的身高持续的长高中哎。啊，这把也是抖了许多次啊，好抖几次又差了几次的样子。声音权杖来吧。这队伍都相信着一件事啊，就是相信对面会断线啊，相信对面会断线的，哎，脑冲的时候断线，他们一定会脑冲，他们一定会脑冲，100%的脑冲啊，100%的脑冲，快快出现，快快冲进我们的箭塔，通通都是飘飘，通通都加塞。我决定要当个阿宅啦，我要宅在箭塔里啊，不会又是飞我吧？啊，这波拉跑去飞 AD 了 ，AD 死了，然后下面也死了。那、啊、原来就在我的隔壁开战啊，啊完全没看到。来，给点输出，再给你一点输出。哎呦，哎呦，痛啊！哎呀，Enemy card Jacky 啊！扩张 key 啊，阿都可以拿到扩张 key 啊。还在下雨哦，雨还在下哦，哦，游戏还没结束哦，雨还在下哦。我没玩男枪啊，有人想看男枪我就玩。雨还在下哦，不知道会被地震哦。马上就变巨人了、欸。啊，深渊杖也有了，该有的都有了，下一件金人吧，如果出得到的话，应该出得到吧。H 改强一点而已，不是吗？嗯，就是大绝少了60秒吧，还是30秒。你看我现在这个攻击力，我现在这个被打的这个速度。哈哈哈哈哈！只要看到他，我就死掉啦、啊。带着红发，我想说，看能不能先假装没有在理他，然后看能不能跑。喂，这个好像要送头了。没有送头。那 enemy is legendary 啊，江湖人称七怒国嘞、欸。啊，是湖南杀手吧？江湖杀手。一啊，对呗。然后台湾人的话就是叫他雷夫、阿夫、阿雷、阿格、小格、小夫。不是人人都能拿四只 S 的啊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带着这个战绩，我要把它成长到1111111，啊，至少成长到这个程度。I can brand。雷虎啊，雷虎。赐予我神奇的力量，是逆转的号角啊！吸口 ，nice， 送头了，果然是送头了，送头果然是势不可挡的。来了，这里也有 feel， 万一队友死了，他们依然不撤退，他们已经被这个自己的比数给蒙蔽了心灵。他们没有看清自己准备要逮捕失败的速度。你好啊，是谁耶？然后我在看你的名字，对面就脑充了。我等一下再来看你是谁。啊，上帝会给我5-1啊，还会给我一个胜利的会战。嘿，这个会战要赢了，我还活着。有吉祥呢，好多个一啊！
但是我的一变少了，然后后面又补了两个，后面又补了两个。哒哒哒哒哒呢，有一块哎。阿里嘞，真的爆了。真的爆了！各位观众，这丢阿里妈妈的没有打得很好，我一直被 gank。我们打完了啊，又是得到了一个战败。我们进一段广告吧。各位观众，希望这个有闲钱闲闲的观众，就稍微看一下我的广告啊，可以暂时的把 AD Block 给关掉。你的数学真的会受难啊！暂时把 AD Block 关掉，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美妙的广告吧。这个广告会带你这个环游世界啊，一下是巴黎，一下是黑人，一下是印度的。来，我们走吧。啊，我要再来一趟厕所，马上回来。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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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来，中来，通通都来了，又个实力，完了，我想都是祈祷胜利的舞吧。屌上面挂哦，就屌个这。